三啊，好三，然后关火，好，加速。这是第13次，我们已经关掉直播了，可是我还是不愿意放弃，所以我就组第13次。第13次你做了什么样的调整？我就第13次的调整，就是因为我那个材料没有用，所以我全部材料都给它倒去。第13次的调整就是没有调整，就把全部材料都丢下去了，其他都空了。其实我不太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放苏打粉下去会比较 OK 耶。我觉得我刚刚那个人的度还不错。嗯。别给我生气哦，明天马上去呼想这节。我就问那阿伯到底问题点是出在哪边。他会教你吗？他会说：“我就是给他吹坏了，闹下这样。”我们在试了第13次之后终于成功了，好不好？你们知道问题是什么吗？就是没有直播的时候我们就会成功。成功成功了，我们抓到的诀窍就是糖要很多，然后小苏打粉也不能少，然后你要放下去搅搅搅搅，在搅的时候就不能够停，要让它变成这种有一点珍珠奶茶的颜色的时候，然后你再把那筷子抽起来，慢慢的让它有一个小洞就好了，然后就会成功。所以下次办研讨会我就会赢了。我要吃哦。好，终于下那个成功版的了，声音完全不一样，超好吃，超甜。